大家好，我是高金素梅吉瓦斯阿利。最近我看到了圆明会发布了这一张图表，这是净罚补偿从2016年到2020年的执行成果。看到这张图表让我感慨万千。我还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，为了原住民族保留地被各种法律限制使用的问题，当时我带了20几位部落族人同胞进到行政院陈情，当时的行政院长是张俊雄，秘书长是陈景俊。我提出宪法问题，宪法是保障人民私有财产，然而原住民族保留地却被森林法、水源保护区、国家公园法等等的法律限制使用，而没有任何的补偿，这是严重侵犯原住民族私有财产的违宪行为。接着政党轮替之后呢，内阁改组，从此我的陈情案就石沉大海。而从这边开始，净罚补偿我们转到了立法院来推动。我们从94年度我们来看，你补助了多少公顷？1.3万公顷，逐年递减呐、啊。你们总共限制原住民是8万公顷。可是你们补助只有9500公顷，21年了，这个就是原住民的不公不义。我们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，给台湾好的空气、好的水源，台湾政府是这样对待我们的。然而在这几年当中，非常的艰难。2015年，净罚补偿的草案在立法院激烈的攻防，最后在我跟简东明委员、田秋瑾委员、郑天才委员密集的协调之下，终于得到了朝野各党团的支持，三读通过了。原住民保留地净罚补偿及藏人回归两个草案修正通过。受到森林法限制使用的保留地开始领到每一年每公顷3万块的补偿。2019年底，净罚补偿条例修正案也通过。其实原住民私有保留地它被法律限制使用的林地大概是有66,748公顷，但是我们现在执行到第4年只有56,100公顷，限制的数量还有补偿的数量显然是有差距的。我在走访部落的时候，我的族人曾经告诉我，同样是原住民私有保留地，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被补偿？我们要怎么样弥补当初立法的不足？院长，您可以答应我的族人吗？我会请主政的政委，刚才委员期待这样，我请他。好，谢谢。受到水源保护区、国家公园等等的法限制的保留地，全部可以纳入补偿的范围。补偿的人数从2016年的17,737人增加到2020年的42,730人。2020年的补偧总金额是17亿6500万。在这个贫者越贫、富者越富的时代，17亿6500万在经济弱势的原住民的部落发挥了稳定的作用。原住民族保留地净罚补偿条例是典型的转型正义。在民进党政府提出转型正义之前的10年，我们原住民族早早已经
自力的推动，我们用自己的意志去讨回了正义。我的人生区区数十年，一个金发补偿条例就用了十多年。我认为当一位原住民族的立法委员，我们主要的工作绝对不仅仅只是造桥铺路、争取建设，更重要的是平反过去历史上的不公不义。现在当我看到每一年有42730个族人领取到17亿6500万的补偿金，高金素梅吉瓦萨阿里在这里要向族人同胞说，我没有让大家失望，让我们携手找回更多迟来的正义。